其实我小时候蛮入迷的，我就看就迷了很多的这个布袋戏。我的脑袋里永远只记得一个台词，就是“轰动武林，加动满袋”。大家好，我是潘怡良。嗨，大家好，我是李令言。我先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这次做了就是《玉离侯》，还有是《天虎令》。是第一次，然后跟霹雳做一个合作，我觉得挺兴奋的，然后也花了不少时间在上面。那我觉得蛮特殊，就是我们对布袋戏的以前既定的感觉，但是我们用时尚的角度去思考，然后又再把它重新又去规划，然后让它更时尚感一些。这次在服装上面设计呢，我们是用一些艺术材的拼接，所以也加了我擅长设计的针织的元素，还有一些皮革，然后也用鱼骨去做一些装饰。那当然这次我们也做了一些就是 3D 列印的部分，然后来做一个组合的搭配。像金属的部分，这一支就是用铜去镀22K 金，借由猴子本身的那个元素云彩的部分去做它的面具跟肩甲还有腰带。然后天虎令这边的话，就是取材一些原本有赋予给它的元素跟图腾去做它的胸甲跟背甲还有它的脸。那这个材质其实是塑胶去上漆的，那一样有呈现出来那个盔甲的感觉。我觉得其实最前面一走进来的第一个区块就很震惊，因为你马上可以看到一个大概180几公分的脸吧，然后你就可以在那边马上可以感受到布袋戏的震撼力，我觉得这一点很棒。我当然觉得我们这一区最特别，找了我们来帮布袋戏重新去设计一个新的感觉。你会看到时尚的设计师，然后怎么去把人偶都用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那也希望像这样子能够把一些台湾传统文化，然后来做一些这个创新。那我也希望就是说用自己的一点力量去带动这个。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看这个展览，然后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新。当后本的信用领袖党会拥有今天一起散发到邀请你一起参加霹雳艺术科幻特展。